华为，你这个到底是自驾还是智障？你这样容易害出人命啊！这个整个过程是自驾状态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而且我手机放在边上是在听这些小说类的书，那个电影。这里的大概时速大概在50多一点，自驾状态。好了，看前方这个车子，这个时候的自驾第一反应不是自驾帮我去处理这个事情，而是自驾直接退出去了，知道吧？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滴滴滴滴滴连续响的声音是自驾直接退出去了，退出去了。这个过程，自驾直接退出了，而不是去帮我处理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不是反应快的话，绝对就撞上了。